红色领带。然后蓝色领带，然后粉色领带，粉色领带，黑色领带。宝贝，你今天想带哪条领带？我给你带上好不好？不是，是这样子的，就是我前段时间买了一些那个蝴蝶结和领带，然后买了之后呢，然后我不是被那个关了吗？然后就让我家里面把我这些领带全部都送过来了。为什么送过来呢？然后带了件白衬衫，也就是说我每天换一条领带，你们就会觉得我每天都换了件衣服。然后每天换一条领带，你们就会觉得我每天换了件衣服。这样子的话，我就衣服就不会重样了。有没有觉得很聪明呢？自欺欺人。不愧是你，一条领带就是一个 JK 哦。我们是真的眼瞎。是你傻还是我傻？本来 JK 就是啊， JK 不就是每次领带都是不一样，但是衬衫都是一样子，对不对？我就每天换一个领带。我们可能得去看看眼睛。欢迎夏哥哥。欢迎夏哥哥，我们差一块钱的礼物哟，大哥有一块钱的礼物可以送一下，我们商量之后开双倍亲密度。欢迎弟弟，欢迎哥哥，欢迎姐姐们。不是我太冷了，这里真的是太冷了，所以我穿的是瑜伽裤，穿了条瑜伽裤，然后还穿了双袜子。谢谢松柴的班卡，谢谢用户哥。你要退出去，然后请从主页里面点关注进来就是全屏了。欢迎周梦哥，托哈，看到是酒店里面的。宝贝，我偷穿了你的拖鞋，你会不会生我的气啊？我们俩穿一样拖鞋，这样子的话，我们那个脚气的味道都是一样子的哦。因为那个好恶心。天成，有那味儿了。我上厕所啊，不然他等一下声音小了，我怕我上厕所你们听见了。
回来了。什么专业的？新版女友视角。我刚刚把我的护发素拿过来了，可以当成芦荟胶用。哎呀，太聪明了，我怎么这么聪明呀、啊？刚好我护发素有一大瓶儿，我洗了，等一下把它当芦荟胶用。我洗手了，这个不是这酒店，我被关在酒店了。我洗手了，好吧，乱说。我道具都已经准备好了，真的。男友视角的领带我准备好了，那个酒后视角我准备好了，还有啥？还有芦荟胶的声音我也准备好了。欢迎新来的，我啥都准备好了，就地取材，好吧。什么超基因我也准备好了。欢迎追风哥，我没有打卡，等一下看。吸管我有，我刚刚叫。美颜开多了没有啊？我没有开美颜哦，看见了没？因为他手机播就是这样子的，就是没有，就是感觉他自动有美颜那种感觉，很奇怪。隔离比平时更开心，因为我真的是太孤单了，真的。我跟你说，我一个人睡觉感觉特别特别害怕，但是你们陪我一起就不一样了，知道吗？陪我一起我就不害怕了。噔噔，哥哥，看我们太兴奋了，是的。你在家不是一个人睡觉，我在家那是我在家啊，我在家里面和在这里不一样，在这里面尤其是两张床，六个镜子，我抬头就看见我自己，转头还是看见我自己，再往这儿看还有一张床。谢谢松柴大起，欢迎现在哥哥。就害怕你知道吗？但我在我家就一张床，也没有什么镜子，然后房间也比较小，就不会害怕。而且我又一个人很少在外面住酒店，除非是工作。我工作的时候一般都会有运营陪我或者助理陪我，根本就不可能我一个人住酒店住这么长时间。缺人陪睡，真的全是。别闹别闹，今天晚上千万不要吓我，真的会害怕的。谢谢送出来荧光棒，我们有一块钱的礼物可以送一下，好不好嘛？求求你了，拜托拜托，要么要么，哥哥，嗯、好骚哦！因为我从上海回来的，晚上少说点屁话，哄睡哄睡，我道具都准备好了，不哄睡咋能行呢？对死我道具们，我顶不住了，宝贝，宝贝，宝贝想我了吗？宝贝，嗯，这个光线是有点差，好差。太敬业了，宝贝，必须的，死我要直播。我要死在直播间里。是我觉得比电脑更那个一点，更偏向于女友一点。看来白嫖要亲亲，因为红上邻居又听不到了，太棒了，太棒了。
隔壁听得到吗？听不到，听不到。它隔音效果还可以的。我昨天哭的时候，我声音多大都没有人骂我。今天估计没有投票，节目都随便做，想到啥做啥，因为条件太有限了。雷老母吗？雷老母是吗？是雷母吧？哭不不，哭得太丑了。我要是哭的话，直播的话，本来你们就挺担心我的。我要再哭了直播的话，你们就会更担心我，好像我来割韭菜的一样。我当然要开开心心的开播，这样你们也是开开心心的。那个是雷姆，雷姆就遮半边眼睛。哦，昨天是哭了，偷偷躲着哭，割香菜，欢迎哥哥，苏文好漂亮，谁是苏文？我是悠悠，谢谢松揣的，谢谢松揣的荧光棒。没有睡醒啊，就觉得，天呐，可能今天是我的本命年呗。有点接受不了，从小到大在家里面被爸爸妈妈保护得太好了，突然出来，然后什么都没有，然后还又冷又饿，就要饿晕了那种感觉，从来没有经历过，所以有点，然后又一个人特别特别害怕，哎，对，24了，不是，我快24了，我6月份过生日，6月1号，今年算是本命年呗。我就去过武汉、上海、成都，都是出差。小老虎，对，我现在是23，马上24。我没穿裙子，我穿的是裤子，穿的瑜伽裤，因为太冷了。化了淡妆。不旅游吗？不旅游，我天天都在家里面直播，哪有时间旅游？像我这种播助眠的，如果两三天不见，就好比我这两三天不在，然后你们肯定就会觉得睡觉都没有地方睡，睡得不踏实。我要是不穿裤子直播的话，我今天会被冻死的。我们这空调跟没有风一样，开老大都跟没有风一样，特别冷。助眠十一点。多想在这里，匆匆重一眼，久别离。条件有限，所以感觉就是没那么好看。忍一忍，我都没有漂亮衣服，我都没说啥。欢迎现在哥哥。没有打卡，给我打一下卡。欢迎现在哥哥，可怜兮兮，人漂亮就行了。谢谢送出来的荧光棒。多想等，给你买个空调。绝了，还有8分钟！哇，我都没有播过那种女友的那种全程女友的，我有点紧张，我怕你们不买我的单。欢迎夏哥哥，但是我想一想，我整活第一，应该可以。
装饰，真的太美了，无死角，有没？欢迎线哥哥。就要听，没有，不是这样子的，是因为有点不太适应，怕你们觉得不好看，你们觉得好看就好。还哄睡不来，哄睡11点。今天哄睡条件有点差啊，我把耳机准备好。但是有很多声音都是可以做的，就比如说口腔音这些都是可以做的。我估计用耳机口腔音的话，应该不会被扣分，因为应该是听不出来的，不像那个麦克风，声音老大了。就怕我手机等一下没电了。欢迎线哥哥。纪言赛现在怎么搞的？现在我被关起来呀，我就只能在这里跟你们一起玩，我不跟你们玩也没有人跟我玩，我好孤单。我除了你们就是你们。没电怎么搞？没电要充电，没电要把耳机拔了充电，小声说话就好了，谢谢。这宇温的班卡，不知道他的苹果手机的那个扩音器好不好，谢谢。是你不找我玩，谢谢宇文哥哥。我们有1块钱的礼物可以送一下，我们需要1块钱的妞妞妞，或者是鱼丸都包出来了，魔力卷什么的，小飞碟都算了，星球也算，只要1块钱都算了。哄娃们睡觉，不哄男朋友睡觉好不好？欢迎线哥哥。能做特写吗？可以做，但是它这个有点，就是灯光不太够，看起来没有那么好看。不行，灯光还不太够。欢迎线哥哥，干嘛？主播又整活了，不好意思。这没开美颜吗？对，我没有开美颜，因为他们说我开美颜太丑了，我没办法。绝了，还有五分钟我们就要进入女友模式了。我把那个名字帮我改一下标题，等一下我把标题发给你。我这不是素颜化妆了，没化妆叫素颜。名字给我改一下标题，发给微信了。我手机估计改不了，我也不知道在哪改。你前面啥东西没有应用？架子吧。困了，还有4分钟。绝对的实力面前，高科技都不顶用，像。你才像岳云鹏的小脸。欢迎 Blinking 晚上好。不是叫名字给我改那个标题，名字在不在？改了吗？你要看审核过，审核不过的话，你就跟我说一声，我再重新给你发。不然天天等你到3点，等我到3点。未来我在酒店关的这14天，我还有12天，我每天都播，不休假。
然后等到我回家了再关14天的话也每天播，也就是说我连续播28天，26天，因为昨天没播啊，不对，对，加今天27天。是的，把之前那两天没有播的给你们通通补回来，不播我可以睡觉啊。带设备了吗？没有带设备，我用耳机，耳机女友视角，相当于女友视频的那种感觉。通过了吗？名字通过了吗？没有，去上海了，没法改。为什么不能改？标题改不了吗？我设置一下，我自己设置吧。欢迎哥哥，改了吗？是的，我们这边是要被关起来，我真的是非常的无语，但是我没有办法。谢谢宗柴班卡，改成功了吗？谢谢，谢谢 F1 哥哥的班卡。等一下，把这个充电器拔了，可能会有点底噪，就是将就一下。听到底噪吗？喂 ，hello， 喂喂喂喂 ，hello， 听到底噪吗？喂，底噪听得见吗？喂喂喂，要听到底噪的话，我把那个空调的声音关。是天气是吧？我把空调关了，等一下。把空调关了，等一下。我们先开始了。我小声说话，这样子。现在是不是就没？我要不要说下英语啊？我把英语说一下吧，好吧。看到晚上好，欢迎来到悠悠直播间。每晚11点，我将为你带来最温柔的声音。希望在这里可以陪你度过整个夜晚。戴上耳机，将声音调至70左右，即可入睡。晚安，我的宝贝。Good evening, welcome to your living room. Our 11 born just hours. I hope I can let you have a good night of sleep. I hope I can come a night. Put on hand bounce. It's sound out about 17. You can fall asleep. Good night, my baby.然后开始了，这样我把空调关了，应该是没有底噪的。小是吧？等一下，把声音调一下。现在声音可以了吗？喂 ，hello， 可以了吗？喂 ，hello， 是没有，是没有。
敲开声音。睡觉，你要乖一点，不许乱动，听见吗？可不可以？先送出来的荧光吧。那你今天晚上是想睡哪张床啊？这有两张床，那个床还是这个床？有一点点乱，有一点点乱。睡觉了，宝贝，宝贝，对的，对的，对的。
这就是四天。如果不是全屏的话，你可以点击主页，然后从关注里面进直播间，就是全屏。
又是教你就点起自己的主页，从关注里面进来，就是女友视角的感觉。
只有一个声道，因为是用手机播的，所以调节有点那个。14天都是一个人，每需要1块钱的礼物，1块钱的六六的哥哥可以送一下，冲一下超级粉丝团，谢谢大家辛苦了，晚12点钟以后开双倍。我用的是苹果手机。
的声音特别大。不翘耳机。
24号，我今天晚上确诊女友视角相当于小剧场。吃的了，把手机放着，别动。偷吃一个香蕉。
现在声音小的话，尽量把声音开大一点。这个跟那个电脑设备不一样，电脑设备可以扩音，这个扩不了音。见你，好不好嘛？多年。
始。吃掉了，拿个东西过来。这位上街里偷看我洗澡了，对不对？有电脑也没有也不行，他这里条件太差。
学回不去，学没会，
行，这该钻石卡了，该钻石卡会不会浪费了？但是要过期了。今天双倍亲密度四倍上线，我们把荧光棒清一清。双倍亲密度四倍上线，双倍亲密度四倍上线哦，荧光棒清一清。亲密度四倍上线，哇！谢谢，不应该送出来的摩天轮，谢谢。谢谢。
亲密度，对，你想被亲密度思维上限没有打开的一下。亲密度思维上限。
自爆。这什么？这是火箭吗？我的天，这是火箭吗？全凭观看，这样子的话更有效果。那我把这给关了吧，你们自己看一下，是有那个双倍气密度。把这给关了，怎么删？不会删？怎么删？哎呀，哥哥，再关了没？今天播到我手机没电。没事，你们听声音就好了，听声音。
是行人，我是老。